对啊，我就赶快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有钓到。嗯，这是刚刚好啊，现在往钓点去了。哦，你要鱼吗？就是要抓那个，是哦，我先放网子啊，嘿。哦，谢谢。珍珠石斑的都不能吃了，不行啊，吃的会很可怕的。有试吃过，哇，那个化学会太重。真的哦，你有吃过？我试吃那个康桥，哇塞，康桥的哦。哇，那个味道太经典。
C。是哦，树枝很多哎。好吧。不知道他们被我的冰袋冰晕了。不会啊，等你回去不是都要处理？对啊，我就赶快拿起来。对不对？我有钓到。哦，有钓到就好，不吃取，不拘此极。我这都网子都有年纪了。对啊，还好啦。谢谢谢谢。不会啊。那个什么水货我也不知道。是哦。大在那里啊。有。那么大了，对，红鲫鱼哦，哇，那个也被抄到剩没多少。是什么？你说那个地方沟那个，那个水沟那里啊？对啊，那个红鲫鱼啊，那没什么鱼吧？应该被抄，应该不是都是抄红，那乌龟鱼抄不完了。对啊，把鱼一些鱼吃掉，对我们来讲也是好。怕乌龟鱼那么多。哦，去景山溪呀，是只剩那一池。他直接下去，你那只只剩那一只，你是说他那个下来的那一只哦？不是那一只，在下面就是那个鱼池下面那一只，唯一很深的，不然其他都已经快搁浅了。他那一只应该也不大，可能不到20公尺，就是小小的叫准了、啊。这么大？我看他那一只都不到一斤，他说我3-4斤，那很扯嘞。应该有。他说那个卷也会卷，刚刚也会吃麦片，我就看他照片，哇，好几斤干嘛？我看没有。他那只可能24、25有，金色的哦，那种钓竿第一次看到，全金的。哇，好可怕！鱼有靠近耶。有哦，没有啦，就是都有鱼啊，是小条的。要大条的，你稍微又钓同步就好了，有时候又太多，它闻到味道它就过来了。那、啊、如果你用重做的话，也不太需要换。对啊，速度比较快，可是大部分小鱼。我这个叫木印钓，这个是一颗钓西哥在用。用虫，对，哦，都是那个小珍珠子弹。啊，后来有钓到大的吗？没有，还是小的。都小的。不过我们有去钓那个啊，我们就钓那个，用那个买那个圆形浮标嘛。嗯。然后勾你秋啊。啊、哦。就会中大尾的。有看那个莲池潭，他们说要钓飞刀跟鱼虎。对。我那个。莲池潭现在还有。他们现在每天都超大量还有鱼吗？我是不知道，那我那个手竿那个线绑超粗的，那个起码要5号，太我很久就看到那个线，应该钓大的吧？啊，那个浮标那么大一颗，它钓浅浅浮在上面，应该是要钓大的，要钓超大的，被超光了。应该不太会超光了啊！忘了在这个钓场拍，现在这边补拍了。今天的咬光就收收了，遇到钓友了，跟他一起做钓，让他走这个艰困的山路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